今天我们准备把那个车弄一下，去拉萨的 4S 店去看一下车。啊，我们车上那个打火不是有问题吗？是吧？嗯。好多人让我们换一下那个什么来着？喷油嘴。热塞给要看一看。预热塞还有喷油嘴是吧？啊。让他检查一下吗？对，让他检查一下。还有我这个车上这个拐拐呀，这个拐拐应该是螺丝坏掉了，已经失灵了，好久没有把手搭上去了，大白也没有办法把头放上去了哈。嗯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去看一下吧哈。看一下就要修车去，能不能解决这个高原打火的问题啊？是啊，出发，大白也喜欢这种出发的感觉啊。嗯，哎呀，离开这个停车场，今天要给多少钱？哎，多少钱？一天21小时，68块钱。好嘞，找那个就行了哈。沙这边的太阳真的很大哈。是啊，现在要出汗了。日光城啊，白天真的过夏天了。路这车怎么走？哎呦，这轮子这么大啊！人家好骑的不都是轮子细细的吗？对，大轮子才滚得快嘛。这边应该是了吧？嗯，这边像修车的地方。哇，这边都是那种。特约服务站，你知道吧？它并不是专门的。前方200米右转，然后马上到达目的地附近。我从7月份过来的，半个月，然后在4000多的时候吧，每天都要到动物园来的。拉萨来，拉萨可以看看到吧？故障灯有吗？故障灯没有。故障灯我也不在。啊？没有故障灯是吧？他们说那个什么，就是什么，喷油嘴会不会堵了？他们说。对。还有加热室那个地方，加热室它亮，比你在这儿拉萨海拔地震完全没有用，是吗？如果是那个问题的话，海拔地也打不着。对啊，喷油嘴哪些坏了的话，你海拔地也打不着。海拔地也打不着。那预热的那个呢？预热塞。预热塞看一下。我这个防冻液正常了吗？防冻液。我之前我在那个。刚好下线。刚好下线是吧？我上次我在那个格尔木的时候是吧？我给它降到最上面最高的地方，然后开了几十公里，它就丢跳到最下面去了。你动过别的地方吗？动过水箱之类的吗？没有。没有，它不会下那么快，除非你里面本来就不够。我在高原的时候一直在这个下线，然后。你一般要加到这个上这个下线上面。嗯。一般都要加到上面。我说的是，我就加满以后啊，然后就第二天就是或者隔2天嘛，它自动就少了很多了。空气了，真是。你之前来过这里吗？有来过。有来过。去年的时候打捞的时候，它老是那个传感器故障的。今年好像都没有，今年我都是等它下着了我再打。就把车开到地沟去看看。走吧，我们走路去。这个 PP 车设计的是最丑的是吧？那个预热塞。预热塞是吧？啊、在预热塞是在最下面才能看得见哈。嗯。就是到了高海拔地方哈。啊。对。海拔4200米以上吧。没有太阳的话，这个车就难了。我们还以为是油的问题。嗯。加了负号的油也没用。一般的话，像你们那个车预热那个预热丝能停几秒，它就预热好了。就是它亮到它灭，啊，那段时间一打它就着了，对，也就几秒钟。我那个差不多快10秒钟。啊，它车型不一样。车型不一样是吧？不一样。用这个来测试一下。这个电瓶，你那中间有个挡的。这个加热塞啊，只要一通电，它就基本上就红了。试一下，看它红不红。红就坏了。红就好的。会冒烟喽。这只是冒烟呢，这肯定啊，我刚拆出来了，哎，红了没有？红了是吧？嗯，红了啊，红了，红了是好的，红了就是好的。嗯，我们那个4根那个预热塞啊，就是每一根的性能都不一样是吧？不是一样的呀，都一样的是吧？它预热都是一样的，预热都是一样的。应该没货，应该东西。这东西还没货，想换也没有货。他这个师傅刚刚说，这几根的东西呢都是好的。
只是说预热有点慢，只是说对吧，有的第一根的话预热的挺好，第二根呢稍微慢一些，第三根呢更慢，没看到它红的哈。对，只是说换没换，但你要是想换的话也可以，但是没货。也不一定是这个预热塞的问题，应该和那个和海拔有关系，反正有影响。刚刚我们从这个修理厂出来了，师傅呢给我们车啊也是好好的检查了一下，说我们这个车啊这个问题是挺神奇的，高原打不着火，对吧，在那个低一点的海拔呢就正常啊，他说他也没有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。很多网友呢给我们很多热心的建议啊，让我们检查一下高压泵啊，然后那个预热塞还有喷油嘴啊，师傅说呢就是喷油嘴和高压泵两个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你的打火啊不管是在高原还是平原都是会出问题的，所以呢这个就直接排除掉了。师傅呢把我们那个几个预热塞嘛都拿出来看了一下，他们的功能呢也是正常的，只是说稍微有一点点瑕疵吧，但是呢一点都不影响使用。他也是建议我们不用更换这个东西，他认为这个打火问题啊和这个预热塞没有什么关系啊。最后呢他给我们个建议啊，让我们在高原上行驶的话最好就加一个负号的油啊，让那个油啊不要结了或者是不要动起来就 OK 了。再深的问题呢他也是没有办法的，他说你只能说回厂家，但你回厂家的话是在平原，在平原的话你的一切又正常了，他们估计也没办法解决，所以说这个是个很神奇的问题。嗯，对吧，也可能是真的高反了。对，说他说你就他那是高反了吧。好了，这个困扰已久的问题啊我们还是没有解决啊，对吧。但是呢也只能这样了吧，暂时哈。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努力了啊，反正车没问题就行了。对，他说我们那个车啊看起来，他说我们那个车是国四的嘛，国四的车啊看起来还是出问题还是比较少的，所以说让我们就放心开就行了，不要想那么多。有他们这句话，有这句话也还行吧，是吧，比较空开心，反正也不怎么经常在高原上跑啊。对，反正我在高原上也能打得着，是不是，只是说时间而已了啊。是啊，三次拉萨就没问题。对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嗯，好了，那我们就不要再纠结这个问题了吧。这个问题呢专业的人都没有办法去那个去解决，我们在这边纠结又有啥用呢，只要还能开就行。开就行。